虎皮青椒酿肉。老公，哎，吃饭了，吃饭了。好，我来了。嗯，好爽。今天这么丰盛。Hello， 今天我们吃虎皮青椒酿肉，他的最爱也是我的最爱，还有梅菜扣肉，还炒了两个，还配了两个青菜。有海带。好爽，里面酿的纯肉馅。太香了。大米饭好吃，梅菜扣肉，哇，吃一个都不过瘾。啊，来点青菜去。好吃，不能光吃肉。点进来，家人们，动动你们发财小手，点个小红心，加个关注哦，感谢感谢。好吃，都是肉，嗯。